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，我是小薇。这些年各国的旅游业发展的都很火爆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，慢慢的大家对于各个国家也有一些了解。如果要问你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干净，大家都会说日本。当你去到日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日本这个国家真的给人一种很清新的感觉。日本的街道上基本不会出现垃圾，而且每个日本人都很注重文明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中国也很注重卫生的问题了。随着不断的改善，许多城市都更换了新面貌，也变得越来越整洁了。这些年小薇也走过了许多的城市，我觉得大部分中国的城市环境都还是很不错的了。中国最干净的四所城市，大连仅排第二，第一比日本还干净。排名第四的是南宁，南宁是广西的第一大城市，这座城市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评为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。南宁城市内的空气非常的清新，街道也非常的整洁。排名第三的是珠海，珠海是广东省地级市，因为珠海属于滨海城市，所以没有雾霾，城市的环境也非常的清新。大连这座城市仅排第二，大连位于辽宁省辽东半岛南端，大连环境绝佳，气候冬无严寒。大连当地人都很注重城市卫生，所以大连这座城市也还是非常干净的。排名第一的这座城市比日本还要干净，这座城市就是厦门。厦门是一座非常著名的海滨城市，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很注重这座城市的环境卫生，这座城市简直比日本还要干净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、分享、转发哟。